你好，我是 Andy， 欢迎来到 CMAC。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在垃圾桶中使用还原。每个人总有不小心将文件丢到垃圾桶里面去，不过不用担心，你可以借由还原轻松的将文件放回原来的地方。要是你不小心将文件丢到了垃圾桶，你只需要打开垃圾桶，点选该文件，然后点选左上方的档案还原，就可以轻松的将该文件放回原来的地方了。实际上，你还可以点选滑鼠右键，开启弹出视窗，在这边一样有还原指令可以使用。只要点选还原，档案就会马上回到你一开始不小心删除的位置了。想了解更多丰富的内容，欢迎造访 CMAC。